年度代言人，请问一下，他的名字叫做李。放心一点，你们今天中午有没有吃饭？李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文文，刚刚有看到几个很热情的朋友吗？大家都很害羞，对不对？文文为了大家，今天特地把所有通告都排开，只为了与你们见面，所以我们再笑吧。这位朋友，我希望你有把手举高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文文现在身上全是。很想要跟伟伦合作，我可以举起你的手吗？那请问一下，我们今年夏天有推出一个凉感内衣，叫做 Oh Cool。我要选最佳商品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，我们伟伦就要去休息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请问一下，我们的夏天的凉感内衣叫做什么系列？来，这位美女，恭喜你，来，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欢迎。媒体朋友，好不好？黑色衣服这位。一张而已，谢谢你。来，三二一。